14日，伊菲内特接圣圭，经由江原道高城郡陆军第22师团新兵教育队入伍。他将在此期间接受为期5周的基础军事训练后分配至部队。圣圭理了短发，看起来硬朗了很多。据悉，这也是金圣圭首度在大众面前公开寸头素颜样貌，脸上带着羞涩与小兴奋，平头的造型十分的干练帅气。期待我们圣圭服兵役期间一切顺利，变成更加帅气英勇的男子汉归来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